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星。今期我来到新中通道的落桥链火炬虚化区，来到呢度带俾大家一个正宗现楼送埋全屋家私家电，而且是相宜上句嘅物业。呢、这个物业呢只需27万8就可以买到。我依家位置呢就是火炬最成熟最旺嘅商圈上东里。大家可以睇下呢边呢，佢有麦当劳、英记同埋呢个肯德基。嗰、那个星巴克都系全部都系已经开铺已经营业嘅。咁我哋依家话唔多事，即时去片。有功老朋用陈，陈志雄阿生。Hello， 大家好。咁我哋依家就嚟到呢一个港红会嘅用品间啦。呢、这、一个系佢之前嘅嗰个交付标准，大家去睇下，系冇送全屋嘅家私家电，但系依家佢系送咗全屋嘅家私家电就喺对面。呢一间系摆咗全屋嘅家私家电嘅，我哋用特门开始讲。一个防火门，包括生压一嘅智能密码锁，都系交付俾大家嘅。咁对面就系厕所啦。咁根据呢一个厕所，真系就系俾到我好惊喜。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一个厕所生呢一个单位咧系350尺，但系厕所可以做到公室分离，而且系标准嘅公室分离。一边有镜柜嘅，同埋呢一个洗手套，呢个镜仲可以推呢一个灯嘅。交付标准仲系几高嘅，其实喺个我哋入门咧，第一眼睇到就系我哋卧室同埋客厅嘅位置。呢、这、一个系摆咗一张交付 size 啊，重摆喺呢边。包括咧，我哋隔篱就系一摆咗一个沙发啦，可以俾到大家去平时去休息嘅。呢、这、一个就系我哋嘅休息空间。对面咧，佢系设计成一个化妆台嘅一个设计啦。包括呢一边系有一啲柜啊。如果大家系唔需要更多嘅储物空间咧，其实呢一个可以改成一个电视柜，就平时我哋摆电视喺呢边就可以睇电视啊，喺屋企可以睇电视。隔篱呢边咧，佢系一个作成一个通病嘅一个摆衣柜，一个空间大家可以睇下，哇、哦，真系够犀利，超级大嘅一个空间。包括嚟到呢一个系我日为你做举例睇。交款呢是这个有一个封门，如果是没有封窗的，但是它现在是封了窗，还有这一边大家都可以好像地震一样去设计用来办法。这个空间是非常之大，虽然是350尺，但是它的储物空间是非常之多的，大家不需要担心过来到这边是没有地方去放自己的一个行李。包括呢一个都系唔系交付标准啊，大家都系可以好似佢咁去设计嘅，就系喺呢边做一个餐馆嘅设施，喺呢边食下午餐啊、晚餐啊，可以睇下外面嘅一个景观。其实外面都系比较开扬嘅一个景观，大家可以睇下，系啊，都系比较开扬啊。因为前面咧，佢近几年咧，佢系唔会去区域，所以系比较好嘅。我哋睇下隔篱。隔篱是一个厨房的位置，这个厨房呢它交付都是两件套的，是一个至高的一个抽油烟机，包括这个电磁炉是一个一排的深圳一排公司一个电磁炉，但是它是可以做到明火，因为这个它有窗和是有独立的一个厨房，大家如果后期想举行一个明火呢，都是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帮你去一手去更正这个举行一个天然气明火的主席的。系冇错，呢一间咧佢系比较适合自己去住嘅，同埋自己过嚟度拣一个屋苑啦。总价咧系27万8。咁同我哋依家咧仲有一个就系可以酒店房嘅模式啊。我哋依家就去拍档俾大家睇。Hello， 大家好。咁我后面呢一间咧就系酒店房嘅模式，大家可以入嚟睇下。房间都系一样，350尺。呢个厕所呢啲都系一样嘅。有啲唔同呢，佢就係摆咗一张king size嘅床喺呢边，呢一张床係大咗好多，而且呢边係设计成一个有电视嘅，佢嘅储物空间呢就係细咗好多，但係佢酒店房嘅模式呢就係比较适合我过嚟住一日两日，呢个比较舒适嘅。一个炉具都係可以打开，交付呢就係近用嘅炉具，有一个控门，呢一个係冇封窗嘅，係咪咁样俾到大家。佢酒店房呢係有一个大眼底，呢个家全屋家私家电全部都系帮埋俾大家嘅，大家可以就系睇下呢个厨房，系啦，呢个厨房咧将来都系至高嘅一个抽油烟机，都有一个电磁炉俾到大家。呢边咧就系一个厅本，都系有一个收窗嘅，呢一个系酒店房嘅模式。
等佢呢一间屋咧，佢系总价27万8，首期咧贵落嚟系14万蚊嘅首期，佢月供咧系1500蚊月供。咁如果系你选择分一个酒店托管咧，其实佢一个月嘅保大收益咧系有1600蚊嘅保大收益嘅，所以你就系除咗呢一个月供咧，大咗月供之外，你仲有少少嘅一个收入噶。包括咧，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如果我哋来到呢边，就系交俾酒店托管要俾个软装费嘅，呢一个咧都系冇软装费嘅，就系软装费系从你后期一个租金收益去扣翻嘅，所以大家都系比较可以轻松就上车，14万嘅首期就可以上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以收翻上面一个 QR code 嚟睇下先。阿星咧可以派一只专车去到公共屋企楼下接你过嚟实地睇啦。如果你系冇时间过嚟，唔紧要，我可以同你打视频，视频系楼，我带你过嚟实地打个视频睇下楼嘅，冇错。Hello， 大家好，咁我依家咧就嚟到港鸿汇嘅一楼加空层拍翻呢一个港鸿汇嘅会所俾大家睇下，大家可唔可以谂到27万8嘅一个屋苑咧，佢竟然有自己一个会所？右手边咧就系佢嘅动感灯车同埋跑步机，左手边就系关于一啲力量嘅一个训练一个器材啦。包括有一啲朋友可能唔中意呢一个锻炼呢啲嘅，中意打波嘅，冇问题。呢一边咧佢有我哋嘅足球、乒乓球同埋桌球，系啊，都系免费俾到大家去使用嘅。如果大家嚟到呢边系扣工咗，后面咧仲有一个贩卖机可以俾大家去买水去饮嘅，冇错。呢一个咧就系成个会所一个配套啦。港鸿汇咧呢一个屋苑，佢又系新中通道嘅一个落脚点，同埋咧佢系位火炬开发区最旺最成熟嘅商圈上东里嘅一个后面，系属于一个商业上区，又系精装，又系现楼，又系送埋全屋家私家电，更爽嘅一个屋苑咧，佢竟然只需要27万8就可以买到。大家生唔生屋呢？如果生屋，可以收翻上面嘅 QR code 联系阿星。阿星咧可以派一只专车去到你香港屋企楼下接你过嚟实地睇楼。咁我哋今期嘅节目咧到呢度就差唔多结束啦。大家记得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翻我嘅频道，咁我下期嘅精彩影片大家就一定唔会错过啦。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